我知道两位去了区公所。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，你却办到了，请加油。他知道了些什么吧？汉娜跟蒲次长之间的关系要是百分之百，汉娜成为下任副会长的几率才会是零。蒲次长，快坐下。这表示我变成江汉娜的弱点了。你的父母都还健康吧？自己的女儿发展得这么好，要是我，一定每天都想见到你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，代理公司全台首播。